是一段苦难而又辉煌的历史，这是一个伟大与罪恶并存的人。他短暂的人生，匆匆而逝的王朝，如此生动而不可思议，如此辉煌而又伤痕累累。哼，杀几个替罪羊而已啊。哦，哎，这位是啊，这是小女英玉啊。不愧是将门之女，果然是一位巾帼女杰啊。公子啊，公子保重。小弟谢唐公。小弟我性情不羁，还是云游四海广结豪杰吧。驾。英玉，你还记得曹孟德曹操的不逐下门行吗？怎么不记得，那是您最喜爱的诗句。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，水何澹澹。哎，不对不对，接着往下引。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。我的好闺女，你还记得这句吗？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。敢与老夫比试，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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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彪，你还往何处跑？快快就地待擒！哈哈哈哈！贪官污吏，草菅人命，却反来害我。嗯，张彪，你死到临头了。上上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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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夏汉受驾就行啊，小臣也是受主之命，身不由己啊。夏汉，慢，公子，啊，求饶之人不必索命。请问豪杰，出手不凡，敢问尊姓大名？小名庄彪，谢公子搭救之恩，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豪杰不必客气。在下李密，是宫中宿卫。啊，豪杰，你武艺高强，非人可比，为何至此啊？豪杰过奖，小民家住鲁州，只因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杀死狗官赖三，这才。果然是一位豪杰，不过，鲁州府衙。刺史魏京明，秉廉清正，是位好官，也是我的一位挚友啊。魏刺史虽是好人，但不明真相啊。哎，我若推赌豪杰在刺史门下做督军教官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谢公子，小民
不想涉足仕途。哎，豪杰，公子，后会有期。驾！挂好了吗？已经好了，师傅您看。下去吧。是。这就是至坚舍利塔。啊，皇上本是佛门之人，在佛门一十二载，有至坚使你抚养，真是笔法雄劲，豪放不羁呀！嗨。这是宫中宿卫官柴嗣昌为本寺特书。哦，啊哈，嗣昌今天偶宿寺中，正在庭院练剑呢。果然剑法娴熟，不愧是孙吴的门徒啊。小姐，你们是何人呢？哼，公子想要比试比试，看剑。小姐，怎么跑了？你，主持，请纳小民一宿。小民连日奔途，实在是……施主，请包涵。唐公一家几十人留宿寺中，请勿惊扰。打扰了，且慢。施主，有杂房一间，不过夜寒风大，施主可要注意呀。感谢主持。来，
谁派你们来的？老爷，小人不是强盗，是奉东宫卫队御为戍的将领而来。老爷饶命，老爷饶命啊！大人，小臣柴嗣昌曾是太祖勇的东宫禁卫，杨勇被废，便前宫中做牵牛背身。公子为何来此？小臣早知宇文树不会放过唐公，所以特来保驾。难得公子一番苦心呐、啊！豪杰，豪杰，你在哪儿啊？你是何人呐？豪杰，豪杰！妹妹，花粉比宫内的黄粉可要耐看多了，这个呀才是真正的鹅黄呢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您看白芍药的花粉可多了，来来，我给您敷上。还是给姐姐敷吧。妹妹，这两年还好吗？皇上待我很好，不过阿华，你还留着他？姐姐，我怎么也忘不了他呀。妹妹，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这可是犯上之罪呀。姐姐，我该怎么办呢？阿华，姐姐何尝不是这样？杨大人待我恩重如山，可我这心里还是……姐姐，皇上身体好些了吗？自从到了岐山就一病不起，怕是……两位公主还在叙谈闺房之话了吗？哦，太子殿下，夫人气色甚佳，看来怡然自得呀。殿下，殿下，秋高气爽，这天气可真让人心旷神怡啊。公主请自便吧。是殿下。姐姐，那告辞了。姐姐，姐姐，殿下，我去给皇上熬药。阿华，阿华，你还记得我当时跟你说的话吗？殿下，不，阿华，殿下，你别这样，我根本忘不掉你。我非常的想你，我实在放不下你。阿华，阿华，陛下，朕有点渴，这要水。是，陛下。
是，陛下。陛下，臣伺候您喝吧。殿下，夫人她……臣妾恭请陛下圣安。夫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，没有，没什么。去去。是，陛下。你过来。告诉朕，是谁欺负了你啊？陛下，没有啊。快说。是我。你还袒护他？陛下，畜生！陛下！快召兵部尚书柳树！快！是陛下，快！殿下，这是西域刚刚送来的大葡萄。滚，快滚下去。
殿下。溥仪，殿下，溥仪，有要事相商。殿下，何事这样惊慌？溥仪，你也知道，我对宣王夫人垂青已久，只怪方才一时情动，惊了宣王夫人，恐怕事出已有败露。方才驸马行色匆匆，来往于大宝殿之间，我担心会……我也看见了，驸马是皇上的宠臣，又是姑婿，此事定与你我有关，否则御前议事不会抛开你我呀。殿下，根据臣多年的经验，此事定与费力有关。费力？殿下，此事一目了然，无需多虑。而今燃眉之际，只有先发制人了。先发制人。速去速归，不得要半点疏漏。走。是是。驾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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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。驾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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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。大人，您看这次。大人，大人，太子殿下命东宫卫队分三路人马，一路星夜赶往岐山，一路速去截击杨勇的车骑，一路接管长安大兴城的重要城防。走。是。跟上。好。是是。大人，太子殿下不在宫里。太子殿下有令，速唤驻防卫队。什么？大声点儿，听不清。太子杨勇接旨。殿下，殿下，皇上有圣旨，快接圣旨啊！太子杨勇接旨，快接旨啊！圣旨，驾驾驾驾驾！快跟上，驾驾！大人，驸马柳叔求见。哦，
有请。不，不，这圣旨没有盖玉玺。别害我，别害我，别害我。殿下，事情紧急，皇上来不及用玺，请你速速上车吧。殿下。好。哎呀，太子殿下的旗意臣是甘拜下风啊。月宫过谦了。久闻驸马的弹旗有不急不迟，如行如流，放一避六之计，来让鄙人饱饱眼福怎么样啊？啊，哪里哪里，我哪敢与月宫的玩五全六八反四脚相比呀、啊、哦。谁敢谋反，放罪人出宫。在下奉皇上御诏接太子杨勇去议事。哼，竟敢在皇上病重之机假托御诏阴谋废立。来人啊，来，将这些叛贼统统拿下。是，上。殿下，殿下，大功告成。不夜宫，要快。柳叔，好大的胆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走。去叫御医来，真快不行了，真快不行了。
是快不行了，快去叫御医来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我叫救救我，快救救我呀，我快快救救父皇，父皇，阿嬷，阿嬷，快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皇上驾崩了，殿下，殿下，皇上驾崩了。皇上正在歇息，任何人不准进殿打扰。是，将军。汉王，大概还在路上。
驾驾！父皇啊，回来吧，父皇啊，回来吧，父皇啊！你这个篡位杀父的逆子，我要杀了你！杨广，你个逆子，你给我出来！我要杀了你！来人，上！杀了你！拿下！是杨广，你们干什么？杨广，你个逆子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你！阿摩哥，我不相信，我一直都不相信，勇哥和父皇。告诉我，他们说的都是假的。告诉我，阿摩哥，这些都是谣传。是的，都是假的，是谣传。阿摩哥，看着我的眼睛，你敢发誓吗？这是谣言，这是谣传，我发誓。杨广，你也许又笑我太傻气。其实这已经是很明了的事，我为什么至今还不相信？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！究竟是什么蒙蔽了我的眼睛？骨肉情，哈哈哈哈同胞兄妹，还有这金龙护身符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至今还带着它。我为什么还带着它？我也一直带着他，我离不开他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从前
永远也不会忘记。相信我，这些都是真的。杨过，你不配，别再玷污他了。你从来就不理解我，知道我的痛苦吗？啊，理解，一个丧尽天良的人无权要求别人的理解。你有骨气，我成全你。你不是要杀我吗？来吧，来吧，你把剑举起来，来呀，来呀！来杀我吧！朕制令内外群臣同心协力，以此共治天下。兄礼各项，勿从节俭，不得劳人。诸州总管刺史以下，宜各率其职，不须奔赴。是，我要当皇帝，我再不要痛苦、压抑和忍耐，我受够了，受够了。那24两的通天宝冠，那是有日月的文冕朝服，意味着至高无上、权力和驱使。这些非我莫属。非我莫属啊！或许为此失去了更可贵的东西，可那究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
长城美，运河啊运河长城，你是中国历史修的长城，你是炎黄子孙自强的雄风。